吃素的狮子，鬼畜区生活圈 UP 主，人称代帅逼林家 BWBML 负责人。你是不是以为这个视频仅此而已？他三番两次戏弄我们舞蹈区漂亮妹妹，每每想起他的罪行啊，我都想杀了他。今天我将要请他负责的 BW 上好好的羞辱他一顿，走。诶，小姐姐，你们林总在哪里啊？你们林总在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不是试造机吗？之前不是有微信的吗？没关系，为了达成这个挑战，我该要把你删了。啊？对啊，我又把你删了。小姐你好，我把你微信删了。林总啊，哦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哦，但是你得把方阵打一首 EXMO 全联。啊，全联吗？哎！啊，这个失败了。对，你连 EX 都没通关，哎，更别说全联了，不能告诉你。啊，不能告诉我吗？哦，谢谢你。你知道林总在哪里吗？我刷到林佳琪朋友圈了，他现在在 N1 的漫画馆，走，我们去找他。我好想要中国 boy 啊！中国 boy 的签名。嗯。Hello， 你好，你是岳明吗？我喜欢你好久了。啊，是的。姐姐，你好，你刚刚是不是要中国 boy 的签名啊？是啊。哦，我这里有中国 boy 的签名。我只要你100块钱。真的，我给你看，排了好久的队要的中国 boy 的签名。今天没有钱，说你看。真的，你看，这是他的签名。啊，是真的呀。啊，瞧，100块钱，怎么样？很便宜啊，我排队排了很久。你有多少钱吗？我看六块，一块钱。一块钱也太少了吧，我排队排可久了。50块。你是买过
快吧，都给你了。还可以。